王菲若隐若现仍能获得高关注，固然令人艳羡，但在竞争激烈的娱乐圈大环境下，这毕竟也算少数。与之相比，同为八日寿星天后阵营中的张惠妹，事业就拼得红红火火。3月，张惠妹为期19个月的 Amazing 巡演在杭州落下了帷幕。除了跑遍全球范围内的45个城市，全程巡演还吸引了近147.5万歌迷到场与之狂欢。而热辣天后张惠妹也凭借59场的巡演数量，刷新华语歌手单次巡演场次的新纪录，成为今年目前为止不折不扣的华语巡演王。这边刚刚卸下巡演大旗，不知疲惫的张惠妹就迅速坐上导师转椅。很明显，之前长达1年半的巡演持久战，并未让张惠妹日渐丰腴的身材有任何消瘦势头。恰巧相反，她却成为大家眼中最具重量级的明星导师。你看阿妹不美吗？娜姐，你说我胖吗？我不是说你胖，我不是说你胖。我跟你讲，胖有什么关系啊？没错。会唱歌更重要，有自信。显然身材发胖并没有影响张惠妹初登导师席的好心情，自我调侃反倒成为帮助其人气水涨船高的灵丹妙药。看张惠妹在节目中投入的样子，想必今年的生日也应该会在工作中度过吧。